离开管道线，我们向西南方向行驶，大约一个多小时到达大明县。大明县坐落在河北省东南部，河北、河南及山东三省交界处。大明曾有过辉煌和衰落，都与大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历史上穿城而过的运河如今已经改道东流，只留下绵延不息的万家灯火。我们来到县城最繁华的大明府路，这是大明县一条主要的商业街，街道两边商场林立，大明县的特色小吃也集中在这里。锅巴火烧店我们终于找到了。当地人告诉我们呢，来到这个大明县一定要尝一尝锅巴火烧，这是当地特别有名的一个小吃。现在正好是午饭的时间，能够看到里面已经很热闹了，我们也去尝一尝味道怎么样。这家火烧店坐落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据说大明锅巴火烧已经把分店开到了邯郸，可即便这样，依然会有很多人来这里寻觅最纯正的味道。您是本地人吗？不是，我从我们老家刚过来。您是今天专程来吃？对，我是专门来买。您今天味道特别好，味道特别好，特酥。那您是从哪儿过来呀？是来这边工作，还是说孩子在这边上学？这个火烧要怎么买呀？都我看还有这种算是配料，这个是？他们就是一个火烧里边。哎呦，小心！哎，这是您孩子啊？对。那这种小孩一般都爱吃什么口味啊？它就是加点鸡蛋呀，加个豆皮啊，豆腐。哦，就是这些是可以加进去的，是吧？对对对。嗯，好，谢谢。店主郭伟东今年53岁，是锅巴火烧第四代传人。他告诉我们，店铺已经经营了100多年，是大明有名的老字号，平均一天能卖出600-700个火烧。这个老板生意比较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您就跟我推荐一下吧。我第一次来吃，什么味道您比较推荐我尝啊？加什么？这是我们大明的，也是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吃这个加火烧趁热吃。这是自己卤的做那个红烧肉。红烧肉。这是卤水豆腐。行，那我听您的，我就要一个这个烧饼加香肠。香肠。好。好，多少钱呀？10元。10块钱。10块钱。好。500区香肠也是大明特色小吃。它与锅巴火烧、二毛烧鸡一道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258套餐，是大明小吃的代表。很多外地人甚至把这三种小吃看作是来到大明必须要打卡品尝的美食。尝尝味道吧，还热乎着呢。哎呀，天哪，快看这个卖相，外面的皮儿一看就特别的脆。作为一个河北人，我们对这个火烧是有执念的。我从小到大就吃过各种各样的，然后各种方式加工成的火烧。如果看到这种外皮非常的金黄酥脆的，是最没有抵抗力的了。这里面加的是老板说的当地也是一个特色，是五路居香肠。尝一下味道啊。嗯，是我喜欢吃的那种火烧，就是外皮烤得特别脆，然后这个火烧特别香。而且当地人说这个火烧一定要趁热吃才好吃，因为刚加工出来的时候它是最口感最酥脆的。这个里面这个五路居香肠是有一点点咸味的，然后配上这种主食的火烧，那个口感就正好。中午啊，像我们午餐吃这么一个火烧就能饱饱的，特别满足了。而且也看到这个店旁边还有那个一个一个的桌子，现在到了中午这个时间就是已经都满座了。河北人对于火烧十分偏爱，无论是芝麻的、椒盐的，还是烤的、烙的，起酥的也好，掉渣的也罢，每座城市都有代表自己口味的火烧，这与河北自古就是小麦产区有很大关系。此外，河北一直以来都是京畿重地，无论南下江南还是北去京城，总是要经过河北。像火烧这种便于携带又很充饥的食物，自然是首选。加上南来北往的交流，促使饮食习惯相互交融，使得这里的火烧融合了各种风味，种类十分丰富。那您家这个火烧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关键是在哪儿啊？关键是火头一个那个大号比的精细大煎卤，卤了后再搁这儿给这个男士，那是男士，换包，卷蒸肉的东西没往那带走，我天爷说了，再还扔了这个没扔。
好吃的关键都在那里头，那可不能扔，是吧？嗯，您这个烧饼里头这么酥脆，是个油酥的事儿啊，还是和面？还是油酥，这是调料，这油，我一会儿干肉给你洗酱啊。好。锅巴火烧外表金黄光亮，呈16种纹理，口感外酥里筋，面饼里能达到20-30层。能做到这个程度，除了多年练就的拉面手艺外，主要就靠这一锅耐食来炙烤。这个石头是啊，我都刚跟你说了啊，一般没给它坑过，就是刚泡水了，脏水是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烤呢？那个烤环保，一环保一啥发俗啊，那老北的是传下来的，他也没给我讲啥也好，他反正不能离这个道儿。所以您家烧饼不可替代，这是有秘诀的，得是这种代代传承的这个东西，是吧？这个改进了，这是钢板了，以前都是个钢底。这些黑亮的犹如碳一样的物体就是水钢碎片，这种材质透气受热均匀，烤出的火烧自带16纹理，口感外酥里筋。顾卫东说，老一辈留下来的耐食不会轻易更换，只是偶尔添加，使锅底保证600多片的数量，里面时间最久的碎片已经用了100多年。您家这个生意真是太好，这源源不断的来客人。这叫活叫人，人叫人不易，活叫人不易思来。您再说一遍什么意思？我是活，那叫人呐，叫人，那是活叫人。要不是人叫人不来，佛叫人不意思来，意思我东西交到他来，一吃再有还想吃。奔着火烧来的都是啊。郭卫东一直提到的老爷爷叫郭志忠，光绪年间，他到当时的北京学习了这门手艺，回来后在大名府城开了店铺，因为小名叫郭巴，所以郭巴火烧的名字也被当地人越叫越响。能把小小的火烧做出名堂并不容易，像锅巴火烧这样能够传承100多年更是难得。现在这家店铺主要是郭卫东带着自己的儿子经营，也是锅巴火烧的总店。除了这家店，他的女儿在古城里面也开了一家。您还有徒弟在别的地方开店？有石家庄，现在汉南。那等于您现在有几家分店呀？现在有4家。4家。汉南3家，石家庄有1家。